哦吼，这家店哦，我到龙溪来，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3次嘛，4次了，一直都给我推了呢。我看评论还挺好的，过来尝一尝，是个煎饼哎，煎饼这么好吃的吗？评论里面都说他们的烤面筋、煎饼都特别好吃，走吃一吃啊。就他们家人多的嘛，别的家都空荡荡的。哎呦，人咋这么多？人太多了这个。小姐姐，这都咋点呢？咋点呢？都有啥？都可以加到煎饼里面是吧？对，都可以加的。这面筋多少钱？1个4块，3个10块。我们来3个。哇，人太多了。少一点。要几个？有2个吧，弄到2个饼上面啊。你要吃一个吗？还有吗？都来点吧，都来点吧。感觉这个年糕还不错嘛，年糕来着，烤肠来着。鸡翅加上2个吧，这是每个分开弄就行了啊。2个煎饼，这生意太好了。你们一天能卖多少个煎饼呢？大概？好多，数不清。数不清吗？太多了吗？数不清。晚上一点都有人。太好，有这么好吃吗？你们？哎呀，忙一下就知道了。专门从喀什过来尝一下你们的味道。啊，太好了。好好好，欢迎欢迎。打包都打包好几份走呢。这是不辣的吗？对，不辣的，来拿着。小孩吃不辣的。啊，这我也是来买烤面筋的。这你们也常来吗？这家店？对。我第一次过来尝一尝，尝一尝它。看你快超时了吗，美团小哥？每天都来吗？这个地方？对。我看人特别多啊。每天最少来8次。7、8次吗？是中午吗？晚上吗？中午。哦哟，太好了，他们家生意。100多单呢？100多单吗？哎，120、120多，220。到时候喀什开一个吗？你们？喀什你们开一个可以的。我这个面筋直接烤到这个里面，双生的它的。我们是几号？你们6号。这还要放个辣条呢吗？哎，辣条可以。2个。辣子1点0啊。大概10000个都有了，你们煎饼。哎，对。我10000个都有了。我们从早晨8点忙到。忙到晚上1点，不停的忙，你看吧，一个饼子2个人吃够呢，我点2个嘛。哦哟，看这好吃的很嘛，来加个鱼排嘛，给我们尝一下。这小姐姐吃的，在那边炸一遍，然后在这边烤一遍。这是炸的，不是烤的。啊，这边炸一下就可以。这是我的，你的嘛，待会儿慢慢吃一下。哦，对。感谢感谢。2个可以吗？嗯，小姐姐，我快凉了，这个。这凉的，你的。啊，这全是我的。啊，稍等。我鱼排，我能不能先吃掉，尝一下？哎，实在是等不住了。现成的一样。哇，特别软糯，这个。不错嘛。哎，你们这个调料味道可以呢。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哇。看你们的吧。嗯。加一个饼子，再加一个饼子。我们还有3个面筋啊。是一个吗？对，一个。辣子要，免费的东西多给一下。免费的再来一盒。这鱿鱼挺香的。我打个塑料袋是吧？再给我们加个辣条嘛。我给你分开装，一个人就能吃完吗？2个人。哦，肚子大得很，我一个人吃完吗？这个。吃不完。我就这样装就行了。不切，你一个人吃就不切行。我一个人吃不切那就。不切了。再给我们把这个也搞一下，我们就完事了。多少钱了我们？114。哦。啊，免费的东西多放。免费东西多放。114吗？对，114。钱付掉了啊？这是我们的对。对，3个面筋。哦。平时一个人吃多少？大概多少钱呢？煎饼？能吃多少呢？20-30块钱吃饱了。哎呀，哪能要那么多钱呢？哎。哇，这个是你的。不用切了吧？不用切。那就不切了。哇。走了，辣椒，我们回车上去吃啊！哇，哎，114块钱，2个豪华煎饼，再加3个面筋哦！哇，哎，能不能吃得完我们？能。嗯，第一口就吃到了鸡翅。嗯，他们这调料味道可以，还没要到中间了。嗯。太爽了哎！你看你们啊。哎，你们觉得我能不能吃得完？你觉得能吃得完扣个一啊？觉得吃不完扣个二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他们这个鱿鱼可以了，我觉得鱿鱼。我正儿八经就觉得他们家的调料味道真可以了。嗯，鱼排，
哇，太爽了呀，这感觉好久没有这么好好吃过东西了，感觉可以吗？我看你开始流口水了，我看。但是110次的话是不是有点贵了？看量吧，看量多啊，感觉吃饱了一点。面筋尝一下啊，都说他们家面筋好吃。嗯，好吃可以。他们家面筋啊，特别有那种嚼劲儿，我感觉也挺好吃的。就是回族人做餐饮还是很厉害的，就这种快餐类，他们做的很牛逼，在新疆真的很厉害的。你想一想，哎，一天10000多个煎饼，不少钱呢，真不少钱呢。吃到冒汗了，感觉吃饱了。晚上吃，晚上再吃吧，我再吃一口，然后其他的晚上再吃吧。你努力了不少。真的量太大了，我们点的东西有点多，主要不知道咋点的嘛。大城市我们农村来的，对不对？停车场都贵，那也感觉我们快开着走人，不然的话6块钱的这个停车场一个小时，还是多2块钱。这个我就吃上一口，打包上走人了。再吃一口吧。怎么着？就这样啊，这煎饼的味道啊，确实可以的。就是你过来吃的时候少点一点，我觉得我们点太多了。就这样，这煎饼好吃了。